好，来，一起跟上海的新兵打个招呼。上海的 X Black。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哇，谢谢艺兴。那我们知道艺兴啊，上海对你来说特别的有情怀，因为对你让全中国妇孺皆知的一个开始，也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对不对？哎，是。哎，上海在你心中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其实上海嘛，其实就歌迷首先非常热情。热情啊，然后上海的阿姨也很热情啊，这阿姨对你也很热情啊，这是怎么热情的？哎，这个音响这个回音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老师？有点太大了，回音啊。就是阿姨吧，她把，他们把这种谢谢。其实他们就把这个内心所想就非常直白的给你表达出来。对，听懂了吗？上海阿姨想来让你来上海当女婿，是不是这意思？不可以啊！这个我跟你讲啊，我知道艺兴非常的忙。其实上海呢，是我们中国最早有自己精致态度生活、有腔调的一个城市，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最早的这种笔直玉屏的西装，这种大的油杯头，甚至要压缝的帽子，你看今天我有没有提前准备啊？那说到了这么多服装，艺兴自己在平时服装风格上面有没有自己偏好？比如说我喜欢中式大褂，我喜欢。一小根。哇，厉害！一小根，这个你怎么能抢我的词儿呢？讨厌，真的是。一小根，但是我很担心啊，因为一小根都是我那个脚踝都在外面。嗯。对吧？关键是不能够塞中高鞋的，你看今天玩那么高。没有，开个玩笑。因为心里面很担心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因为冬天到了，这个一脚跟脚踝在外面，你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来进行保暖？没有。袜子不穿？没有。还有一个特别代表冬天保暖的产物叫秋裤，你有试过吗？秋裤太厚了。薄秋裤啊，可以穿类似像丝袜的那种材质的。那是女孩穿的吗？穿里面吧，看不见嘛，没关系，保暖身体重要啊。好了，谢谢艺兴。其实说到保暖这个，也是我们所有的新兵想提醒艺兴，不管怎么样可能要为了舒服，对不对？穿那个一脚蹬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就是舒服，自己要做自己嘛。对，舒服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担心你别冻着了。还可以说是种文化啊，文化鞋的文化啊，布鞋文化，板鞋的文化。OK， 说舒服做自己，接地气一些。其实今天我看到这个场地是一个剧场，就是每次我站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就觉得想到学校时光。学校开学典礼啊，对吧？上面主持啊，红旗下讲话，就觉得马上要起范儿起来那种感觉，对吧？有没有？我们知道，其实艺兴跟学校很有关系。比如说每年你要赞助自己的母校，那只霸王龙是需要抢救吗？气不太足了，要不要给他两句话鼓励一下？你是怎么进来的？对，那工作人员需要抢救抢救啊。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学校里边呢，你跟学校意识有缘，每年都在坚持在艺术学生设立奖学金。因为我们知道艺术这条道路非常难走嘛，不容易。对，所以现在下面也有很多明媚式学生，这些学弟学妹们有没有什么要去分享的经验和在坚持的艺术道路上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真的非常喜欢现在自己学的东西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努力坚持执着下去，因为这样的话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如果你也不是很确定，我建议你重整脚步，然后再考虑啊。对啊，因为很多就是学生和就是朋友们会觉得这样说比较实在一点，就是可以赚很多钱，对，名利双收嘛。名利双收，其实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比起这个东西，你可能要背后付出的东西可能要更大。你自己想的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也有可能。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慎重，因为这是自己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辈子。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宝贝们，对不对？其实，比如说，我也知道你跳舞很厉害，对不对？当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那也会有困难，比如说你遇到一些自己心里边很压力很大过不去的时候，你通常会用什么方式来给自己鼓舞一下？其实没什么很多特别的方式，就是不行嘛，不行，说服自己，对，继续来呗，继续努力。啊，子孙也应该有掌声啦！就像这种明星在这个24而立当中说的一样，我们要坚持，要努力，要去克服困难，也更像是我们一星的微博里面说的一样，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好，说回来，我们今天再说正题了。今天的音乐专辑属上的制作人，那这三个字，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就是当官做领导了，我可以指挥指使人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要亲手操刀，所以对这个这样清官上的名词来发表一下整个经历的感言。我知道上海的朋友啊，很多朋友非常破费啊，我们这次亲人讲，哎，没关系，让我听他们讲啊，对不对？所以没关系，比过啥？所以我刚刚在拍那个《求婚大作战》，然后拍完以后，我就跟导演说，我说。我能不能提早过来，我想早点跟你们见面，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你们进场的时间有点晚，本来我的登场我是2点还没到就已经到这儿了，1点多1点点的，对，完了以后我就等所有的我们的 expect 全部都到了以后，然后我想就来一个惊喜的登场，然后跟大家多聊会儿，你们又没有多进来，可惜了。好，我觉得这样好不好？我们话不多说，现在我们就不聊天了，就开始干正事，好不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其实可以再多聊一会儿。好，没有问题。我再跟你们聊一下这个专辑的制作吧。好，也许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为了这个专辑的制作，真的是，因为其实对于制作人这样一个角色呢。它代表的是整张专辑的质量，它代表的是整张专辑的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也一开始我以为在跟公司一起出这张专辑，因为我们公司不管这样就代表我们在这里的人知道就好了，不管是李小马老师参与的不参与的，反正都有李小马老师，那我觉得可能这次制作人是李小马老师跟张艺兴，你以为就可以放手就可能没有那么多事情，不是，就是不管老师庆华老师参与没参与，他都写了他的有品质，对，我也就以为说我的文学专辑反正虽然是我在主操刀，但是也要写李小马老师名字，所以在采访里面说，我说这一次 producer 会跟秀马老师跟我一起写名字，有一个这样的话，对，然后后来发现没有我就是编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对，但是我们心里们知道吗，对吧，这里头的词曲还有这些创作和这些每首歌的故事我们心里是清楚的，你知道吗，之前我跟粉丝们聊天，他们会说你看我们一心这么年轻，然后呢这么忙的情况下还执着于音乐，而且首张的迷你专辑这些旋律就已经是听完之后就可以让我聊了几天了啊，他们就说如果以后你再多点这种人生的经历嘛，他们说的经历是各种各样的，就包括什么都有的。哎，有故事之后呢，再写起歌来，我天哪，一开调就会哭的。对，我其实以前就说过，我说我希望跟我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就是他们跟我一起成长，然后他们听我的歌跟我一起开心，跟我一起欢乐，跟我一起伤心，跟我一起伤感，然后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够陪他们走很长时间。哇，还带了红雷哥的面具，我去。就是大长毛吗？你是，你让他一起。你看那后面还有个更大家伙，他就走不到前台来，他走不到前台，太宽了，戏太足，那个一憋过去了，你出来了。这个透透气，透透气是这个词，对的。待会你也透透气吧，皮卡丘，你也透透气。徐先生，透透气。不要，他也不要太可爱。其实刚一听说到这个故事，我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个自己的故事，之前我都没有想要讲。就是我来上海之前啊，我的弟弟的同班同学，他是你的非常忠实的粉丝，然后是个女生，我就说，哎，这次我要去主持一星的活动了。我本来以为他会特别开心，说露丝哥哥带着我吧，没有，我不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以前是一直挺他，因为他经常在支持我，我跟他有个 promise。
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那个小节目啊？他说他以后要当一个制片人，以后问你喜欢什么角色，斯文杀手之类的，对吧？他说好，以后我有机会做一个制片人的时候，我一定要拿这个本在一心里面告诉他，我信守了我作为心仪的承诺。他说现在我还差一步，这个东西我不管一心记不记得，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是信念和支持我前进的方向。哎呀，这样我都鸡皮疙瘩起来了。其实这个方向，他今天真的就是没来，他在家里面待着啊。但是他现在也是在做这些制片，非常有名的制片人的助理。我觉得他离自己梦想也很近。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见过很多粉丝的这种，跟那个偶像的粉丝有豁出命的啊，有砸聚财的。但是像这种冠以自己职业信念力量的，我觉得在一生上这种拼搏的过程，我觉得才能感受到。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给你们每一个自己跟一心来点掌声。是，值得表扬。但是每一个新迷都有一个任务，就是当我出专辑的时候，必须要买一张专辑。啊？为什么是一张专辑？因为那张专辑里面，我说了，张艺兴出的所有专辑里面，一定有一首歌可以打动你的心。啊，有打动吗？就只一首吗？没有。对，这是可能多了很多，就是喜欢我的因素啊。嗯。那以后我希望大家都是更客观的去听音乐。好。然后下单，我跟你说，真的牛爆了。说到下单专辑的话，我觉得第一次嘛，不管是怎么样就是经验准备充足，它一定会有遗憾。有没有这么一个两个点会让我觉得说下一次再出专辑的时候我一定把它做到完美不留遗憾的点？其实在那个拍那个 Lose Control 那个在水里面的部分的时候，它是要下到5米的那个，哇，那很难受的，我耳朵就会疼了5米。对，它这个其实本来给大家看到的应该是完完全全这样掉下来了，也绑了一些重量的东西，但是因为我的不知道是头疼还是脑袋疼啊？耳朵疼吧？不是，它是耳朵，一开始耳朵疼，你一直做这个，把这个憋气憋出来啊。憋出来完以后，你可以一直下去，但是下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头疼，跟要炸了一样，因为有水压嘛，所以它那个水的那个还不是特别完美。然后其实我想做的是那个从水底下，这样拍上去完了以后，那个人不是慢慢的浮上来吗？浮上来完了以后，直接到那个转过来，然后扯一下衬衫，然后直接开始跳。哇！但是那个没有做得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透露两个，好吧？第二个歌曲太少，太少。对啊，这张准备塞多少首歌？秘密。OK 啊，这个答案也非常的棒啊，谢谢一心。那其实为什么会头疼？我太理解了，太累了，对不对？新迷们也要让我带我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好不好？保护好身体，这是第一个事情啊，我们不需要反应。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真的在今天的聊天当中听出来了，就是没准在现在这么多的杂物的工作的面前，已经可能没准有一天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电影导演，好不好？来，此处掌声鼓励一下。好，哎，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正式的签售部分，好不好？来，签名见面会，来，请我们的一心在我们的舞台中间就坐，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的舞台左侧来排队，一个个进行签名，好不好？然后从我们的右台口下，好，一心休息，然后现在舞台交给你哦。好，看到大家非常开心。那下面开始，我们开签售会吧。哎，你们这个签售会的顺序是怎么定的？按排。那你们没有上来都是不爱我的是吧？不是，不喜欢我，不，算了。我太点开始，来，我们从第一排开始哈，第一排先来，我们第一位朋友，从舞台左侧来，快上来。今天我们也告诉大家乖哈，我们拿出我们签名页就行了，什么专辑不用带上来，然后呢，在中间呢，大家尽量保持安静啊，每一个兔签。给出兔签的名字和一心的签名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省时间，留在后面我们来看签名墙上这些问题，好不好？好，哎，也辛苦了一心了。没事没事，那临时有事的人。两个一个两个数，
一个人一个。我太理解了，像我们这种电脑达人，对于手写字体的话，真的就是有点不太感冒。